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星期30月1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17届中论中国论坛上话，美中之间而家重新开始沟通，而且中国政府亦都决定双方需要接触，包括加强民间交流。这位大使认为，中国为他和俄罗斯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付出沉重代价，对美中关系带来深远影响，并导致很多国家因为担心中俄结成轴心国而纷纷投向美国。拜恩斯大使星期三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主持的中论中国网上论坛上透露，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美国击落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事件导致中方切断与美国的沟通之后，拜登政府决定做出努力促进更加高层的沟通。当中国和美国这样的两个大国之间并没有高层沟通时，它是不稳定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此我们在4月和5月就决定，我们必须努力刺激更多的沟通管道和更加深入内阁级别的沟通，我们现在重新开始沟通，我认为这个是至关重要的。